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？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？今天到底 Rabbi 行不行，有问题的地方在哪里，就是唱歌了。所以这一集的企划就是要来改正我这个音痴正音班。然后当然大家在看实况的过程当中都知道苹果是很会唱歌的，所以呢我今天要来拜师学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大家好没有啦，还好啦，就是小时候唱歌唱到现在其实也一段时间了啦。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有问题啦，可是我蛮想知道，苹果你是从小就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吗？其实也没有哎、欸，还是就想表演？就小时候会很害怕，小时候当然很害怕，哦、也会怕吗？对啊，小时候在就有我小时候是超爱唱歌的，嗯，就小时候是洗澡都会唱歌，你洗澡会唱歌吗？对。真的吗 ？No， 我洗澡就我会想事情，可是我不会唱歌。啊，哼旋律什么都没有吗？也不会，我也不真的假的、啊？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是会带手机进去播音乐、嗯，然后边听边洗，或有时候会唱一下。可是我也完全不会。我是小时候超爱唱歌，然后就超爱在厕所唱，唱到你超大声，而且我有小时候唱那个吹头发，一边吹，然后那个吹风机不是很大声吗？所以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所以我就一边吹一边唱，然后唱到我妹就突然冲进来说：“慢唱。”就小时候是很爱这样唱歌，然后小时候在学校也很喜欢唱歌，但是就是那种好好就是那种跟朋友两三个女生去在那种楼梯间、然后自己唱起来，对，很开心的那种。后来就是、因为真的很喜欢唱歌，小时候真的太喜欢唱歌，嗯、所以后来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比赛表演，有去参加表演，但那时候就是被说很难听。然后是啊、哦，一定会是的啦，没有人天生唱歌就很好听的啦。所以你也是有接受过失败的这件事情，一定有超多的好不好？一路走来超多的，就是毕竟人家都说台上台下可能是两件事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算台下十年功，上台能不能表现好的那十分钟内都不确定。对，网络上还一堆就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的那个表现差一些，比如说大学生的美啊，各个节目啊，那种唱的很烂的，对吧？操作、那你敢回去看吗？就偶尔开实况还是会打开看一看，笑一笑，就笑一下自己黑历史。对，还是会笑一笑啊。哦、oh, ，是我已经不敢，我不行。不会啦，多尝试就知道了。我真的一定要跟大家讲，我们在拍这一集影片的时候，我真的失眠，我真的觉得晚上我压力好大哦。有什么怕？而且重点是他昨天跟我说，我们今天只在聊天，他甚至今天完全没有唱歌。对，但是因为虽然是这样讲，但是想一想觉得不行，我们好像还是要让苹果稍微知道一下我的实力。好、啊，因为我如果不告诉你我实力在哪的话，好像也教不太下去。嗯，对对对，我目前我自己给自己的想法是，我觉得在中低音部分，hold 得住。对，可是再低下去当然就有点难了、啊，因为毕竟女生的声音不见得 range 有那么广，但是再来就是可能偏高音的地方，我可能会抓不到。正常，对，这也是正常，都正常，大家知道吧？其实大家都是没关系，大家唱歌都很好听，都是有救的，都是有救的。对，所以好，我要来克服自己的心魔了。所以那没关系，我背对你，让你比较不紧张。好，那我就要让苹果稍微小小知道一下我唱歌的实力可能会在哪里了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先唱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好啊，越讲越心虚。你只讲歌名哎，别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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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没有唱歌的这个习惯哎，顶多就
心血来潮唱个一句两句，可是认真唱完一两句之后就会开始胡闹了，所以唱歌真的不是在我人生里面占非常大一块的一个兴趣。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就是手把手教的学生啦，就是因为自己有在做歌唱比赛，所以他们会问我一些，选手会问我一些，就是我会给他们一些小建议，但是不会是一个手把手重新教的学生。如果认真说这样的学生的话，应该是没有。因为人总是需要一点突破，然后又加上，最近又一直持续的一直在开台，没有做其他尝试的话，会觉得内心越来越的枯萎，所以希望让我内心可以萌出一些不一样的小芽。虽然说唱歌这一块的话，芽是一直没有在长大的，那来看看是不是能借由苹果让我这个芽发得越来越大，甚至是茁壮成一棵树，让我越来越不畏惧唱歌。就其实也没有到，我觉得 OK 啊，就是他愿意尝试新的东西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只怕我自己教不好，我自己个人担心这个东西，自己个人啊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？那仰望的人。心底的孤独和叹息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在地上新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张吧，因为对自己的声音，对自己的歌声非常的没有自信。我觉得每个人在做没有自信的事情的时候，肯定没办法表现得好，跟会害怕失败，所以就是紧张，非常紧张。我觉得如果我要严格来修的话，我觉得五堂课应该是修不完。刚刚他没有抓到 key，真的是有吓到我，我以为他就是前面应该抓得到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回放影片，我那个表情知道。首先第一步你已经克服了，好，克服你内心的恐惧。没有，有吗？没有。现在唱跟你平常在家里唱有不一样吗？哎，前面有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我的一个步骤跟那个就是内心的。小克服的坎就是前面就头过身就过，所以我前面都会特别抓不到或者有点害怕，对，然后可能到了中间或者是后面的时候，我就会越来越比较敢放，对，有你后面比较稳，对，后面副歌后面比较稳，前面听得出来在抖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首歌的 key 差很多，它的前面跟后面差很多，然后你前面其实一开始你可能要唱逃跑计划了，但是。因为那个逃跑计划那个 key 对女生来说太低了，所以其实应该要高八度唱。然后你到后面就是比如说主歌最后的前几句才抓到那个 key。然后他切副歌的时候，因为邓紫棋更高，他是高八度唱，那其实那边对你来说太高，你应该照着逃跑计划那边唱比较舒服，可是你前面又有点抓不到。就是在抓 key 那边会有点听起来你很迷惘。对对对，我真的很迷惘，很迷失。对，我真的跟歌词一样，哎，我就是迷失在这个黑夜里，就如同我的歌声一样。好，我过了。可是因为你知道学生可能先就是只能让老师稍微教一下实力，
但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听一下老师在唱这首歌，我想比较一下。你说这首歌吗？对对对对 ，OK， 就是苹果的歌声的唱法跟我的差距，我们稍微有一点比较，大家才会知道说，哎呀，这个学生到底资质是愚钝呢，还是有得教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唱歌不一样了。好，不管不管。好，那要唱主歌、副歌，还是我只唱副歌？就跟我一样，就到那一段。好，那我要抓下去。好好 ，OK， 我们就让我们的苹果老师来试一下这首歌吧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？那仰望的人，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夜空中最亮的星。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？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夜里， oh, oh,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这样，不会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再训练一下可以的啦，不要气馁，不要气馁。希望可以好好的在音准上唱完一首歌。我觉得我今天不是来学技巧的，就是我没有要炫技，我的目标就是好好唱一首歌。我觉得他今天应该是选错歌，我觉得最起码一些大家喜欢听的歌他应该是可以唱的吧，比如说绿色啊，或是飞鸟与蝉那种在 K-box 或是就是比较叙述性故事的那种歌是可以让他掌握的，就他可以至少可以让他走一个歌路啦，至少就不要是那种张惠妹啊，或是那种周杰伦那种很炫技的话，走一个小歌路应该是可以的，尽量尽量，我尽量。再细节的话，我们就是下一堂的第一堂课就会正式来请苹果教我唱歌。希望这次的音痴正音班就短短的五集，希望有一点好的成果，然后让我可以未来啦，我觉得未来能不怕唱歌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。现在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加油加油 ，OK， 满满的能量，希望我可以成功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鼓励，在下方替我加油好吗？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集了，非常感谢苹果，希望我的严师，我的老师，下一周不吝啬，多严格，小女都配合 ，OK， 好的，那下一次的话 ，OK， 就来拜托苹果来好好教我了。那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集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。记得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，也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，订阅者可以进入 LINE 群组一起玩哟。